没有问题。好，反正就是我帮他们来叫上这个，然后就是哇，也聊了大概40多分钟，然后还是说我自己私心的说，今天就拜托你要唱几首歌，然后你的歌迷们也很想听你唱一点歌，所以就是今天那个我们有约定好说要唱几首歌，然后先唱，就是说那个一开始先那个要那个之前要求的说能不能把你之前在你发在抖音上啊那些的歌。然后唱两首。比如是哪个？哎，我个人有在点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那两首歌，就是他不懂和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找一下歌词，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抖音上发的歌就是现学现卖，就是之前听过，但是因为是弹钢琴嘛，当时，然后就对，得现扒一下，然后录几遍，找一遍稍微好一点的给大家发，给大家发，一般是这样啊。好，我看一下啊，他不懂。张杰。张杰老师的歌啊，这首歌其实我以前就唱的还挺多的，那我就清唱了好呀。哦。好，啊，我有一个麦，我记得我刚才是唱歌，我还打开它。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的快要不能呼吸。呼，他不懂你的心。OK，鼓掌！哎，下面就是爆他了，了，真的，鼓掌，好好听哦。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谢谢而谢且谢。这首歌很适合清唱，有没有？你觉得是真的很适合清唱？嗯，对，他很安静，而且适合娓娓道来。对，对。对。然后第二首歌就是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田馥甄的 Hebe 的，你就不要想起我。你就不要想起我。对。找下词啊，你就不要想起我。对，我就随便起个调了吧。好。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吵醒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
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哎，唱到副歌，这个音域其实是你很舒服的音域吧？这个还算比较舒服，对。好。然后那个这个另外一首是满足你的歌迷一个非常那个众人都提出来的愿望，说想要你唱一个小甜歌，然后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以前唱过的歌啊，或者你想唱的歌里面一首小甜歌给大家那个听一下，因为好像你的歌大部分苦情歌比较多哈。小甜歌，之前唱过偷偷嘛，偷偷那个，我开啊！始偷偷想你，我开始偷偷看你，我开始偷偷喜欢你，偷偷的偷偷的偷偷的想你。对，当时我唱这个歌，全程唱的那个和声，我都已经差点想不起来主旋律是什么呀。当时唱偷偷想你，偷偷看你，当时这样唱。对对因为对，就是当时在那个比赛的时候就唱的这首歌嘛，对吧？对对对。好，然后现在就是朋友们最后一首那个最后一首歌，就是我自己本人强烈要求子瑶唱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点这首歌？但是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也是维恋爱的粉丝，上次我也说了，然后这首歌我很喜欢，然后这首歌就是男歌手里边能把这首歌它的 key 真的蛮高的，对吧，子外。然后，如果这首歌男歌手里面能把这首歌唱得很好的，我觉得还蛮难的。然后，但是我对你有信心，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唱。所以，就是我自己怀着我自己的一个，你知道，私心我今说天点了这个歌。对我今天其实有点害怕的，然后我就赶紧听一下这个歌。我今天试的，反正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不好意思啊，我一下想起来他怎么唱，我还要再没听事，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哦，他们还在问是什么？如果可以，维利安的。如果可以。寂寞的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下。这歌很偶像剧那种感觉。其实也是一首小甜歌，朋友们。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点来让紫薇唱，是因为它同时也是一首你们觉得紫薇唱的很少的小甜歌。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这个歌，还有点就是像那个之前我们看的那个青春偶像电影的那种 OST 的那种感觉。对，其实它就是首 OST。哦，对，它是那个月老的 OST。月老，对。哦，我再听一下，我就给你们唱一个副 歌，因为慢我实慢的，不在着是急，今我天们可第一是不着次急呢。听了好多遍。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等一场雨。只想拥抱你，最想你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见你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就是你。是什么？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那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什么来？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我就是知这样道的你吗？肯定没有问题。
我就知道你可以，哇，而且唱的也太好听了吧！朋友们，快点鼓掌！真的哎，唱的谢很谢好，谢唱谢，的很好，我就知道这首歌你一我定把会它唱的听很熟了，好过几听。天，我把它听熟了，过几天我去。